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日骑士后卫马修戴拉维多瓦更新个人 Instagram， 晒出一张赛场先庆祝自己与骑士续约。戴拉维多瓦写道，克利夫兰。根据 ESPN 记者 Ogun Ulak 报道，多位消息人士透露，后卫马修戴拉维多瓦与骑士达成续约合同。多位消息人士透露，这份合同为一年底薪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戴拉维多瓦场均上场 14.4 分钟，得到 3.1 分、1.3 篮板、3.2 助攻。编辑 Aphrodisiac 30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